打完了，抗战是好，打了谁？抗战是好，打了谁？SASUKE 2 的六国界海空海，六国界大海空遥啊，抗战四号，空遥抗战四号，一代代抗战四号，一代代的斯卡，所以怎么？啥来之神？空海杀多神级，会有一个人会亏啊？那现在是排那个神级，会跟三改太太一样吗？来之神级。代理戦時、サード戦時、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それとも、さあ、ファイナル戦時、在方面と反面。さあ、ファイナル戦時、一体何やりや、何にしようか。さあ、今回、進出ですか。どうぞ。さあ、これは来日戦時。今回来自戦時までは一体誰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第一、1エリアは新エリア、2、3、4、5、6、7、制限が1分、1分経過クリア来自戦時、一体誰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それともさあ来自戦時スタート。悠悠さあ1番来自戦時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さあ1番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戦が1分、1番前回はそれ新エリア1エリア新エリア跳ピークリアさあさあ最終戦アート。滚矿车一胎啊，滚矿车一胎啊，哪里滚矿车一胎啊，来自戦時一胎啊，怎么了吗？怎么了？还好了。希望下一个人来一起上吧。好，你下次来吧。 OK， 嗨，啥さあ、よ、2番。あー、で、来自戦時。1番。在、那个、轮流、跟矿车一台啊。あ、2番。クリア。何にしようか。戦後で1分の来自戦時。前回は、で、4番是、全部的人才算过关。さあ、跳楼梯。刚好后退啊，来自设计一台啊，你吧，来自设计一台啊，哪里？来自设计，在这个跳跃桥，就是往后退退在后面的，结果淘汰，你吧，一台啊，啥？怎么了吗？一样啊，这个希望来四代吧。让你来吧。好，さあよ、さあ三番です。三番来自戦時クリア何でしょうか。三番希望啊今回来自戦時能够有シベリア一台啊，用三番一升级，一接力啊，一开啊，啥？我们失败哦。这个新系列啊，冰楼梯失败。后面看跑到什么呢？怎么了？一样啊。来，这些人真是太难了。然后下一个人一起上，好，下一个人过来吧。啥？有吗？应该最终审查的，对哦，这个应该他在最后的第一楼梯上面，他呀，
流氓，来直升机，开啊，那是吧？啊啊啊啊！怎样？啊？啥？嘿呀，那啥？新月亮，新月亮，那啥？啥？刚上次的最终是他的他，到底会不会不屈不挠中挑战成功的人呢？嘿呀，啥啥？咱们航路，咱们航路，希望白天一直耗费太多时间在这里。希望啊，这次能够航天飞好啦。第六个改太快，来一支升级，可以啊。那你这个可以啊。啥？可以升级地标，可以升级地标。啥？可以啊。那啥？啥？可以啊。啥都可以，你个票。啥？来一升级，可以啊。来一升级，可以啊。都就几秒。Namaste， 来一升级，可以啊。来，直升机开啊，流氓！谁看过是你名字？不愧是上一届的最终审查者，上一届最终审查者的流氓。等一下，来直升机开啊！すごい、あと18分73呢。怎么了？过关喽！恭喜你过关！来直升机，啊，太简单了。好，下一次再来吧。好，来直升机，用力没？幽灵鼠一进 clear， 再下一次再来吧，应该说第二到舞台再来过来吧。好，啥？本航路，咱本航路虽然白天一直耗费太多时间在这里，希望啊这次能够航天飞好啦。第六个改太快，来一支升级，可以啊，那你这个可以啊。啥？可以升级地标，再升级地标。啥？可以啊，那个啥可以啊？啥都可以，你个票，啥来直升机去啊？来直升机去啊！都就几秒 ，Namaste， 来直升机去啊！来直升机去啊！流氓，谁看过是你名字？不愧是上一届的最终审查者，上一届最终审查者的流氓，等一下来直升机去啊！すごい、あと18番、6番、5番、5番。やす、初、初の完全制覇じゃ。上一次再来、直升機、太陽。さあ、最後1分、クリア、何しよう。初の完全制覇じゃ。師匠、2人目、完全制覇じゃ。一体誰、クリア、何しよう。さあ、6、6、滚。滚对啊，这是跳跃球，跳跃球啊。啥？还有在他街上勇猛的走步了吗？勇猛脚步吗？不要一直掉，只要你们过关跟把这个第一楼梯第一条人员也过关之后，后面就简单了。啥？可以啊，第一跳跃，最后的第一跳跃，最后的第一跳跃会不会过关呢？啥？啊！可以啊，可能就你不要。啥？来直升机，可以啊！来直升机啊！又是在上街了，不过车要过关了。流氓，过关，摄影师，谁看到愿意？啥？上一届的最终审查的歌，真上届最终审查的那两个人对决，啥？到底会怎么样呢？啥？过关，过关了，简单要命。好真哦！我要成为二度冰冻妹子康真小姐。好，你下次再来吧。这是大力陷阱，能够继续过吗？嗨，啥？啥？说来吧，大力陷阱。红海大力陷阱啊，对啊。一代可以啊，加一代哪里格斯卡？不对的嘛。来，爷爷。以及连锁反应，陈尼亚熊，你猫一上用五六个，剩下多少？一分25秒。希望下一次能够在拍的之前下雨。大力神。能听见吗？还是像你亲自叫？郭林梅林，欢迎兄弟。啥？谁看到这里是
最高成绩先搞的是一本咱们25秒，比上一届再减少5秒。啥？来，这成绩，勇猛，可以啊，那你是个？啊，好真哦！最终成绩的两次对决。啊啊啊啊！啥、啊？这一集应该很精彩的，对？因为呢，两个最终成绩者在做一次的对决，希望啊，希望能够在不屈不挠中，能够两个人一起心思杀到胜局。希望啊，希望不要那么快滑雪区。哎，过关啥楼梯桥，应该说玻璃桥。哎，真改就是他在勇猛在这边过关的，希望跟国榜也能过关。现在抓住国主三秒，啥压？那要收烘焙啊，要收烘焙啊，这里就是要收烘焙啊，谁看到陷阱啊，要收烘焙啊，是比较会浪费一些时间的。希望时间剩下38秒，要收烘焙啊，可以啊，之后就是一样的是最困难的，这里就是地狱芝麻开门啦，可怜九哥表，啥要快一点的，快一点的，剩下最后的25秒，啥地狱这个就是。芝麻开门，这个就是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要全部的石头都要打到才算过关哦。啥过关啊？来，这剩几颗啊？来，这剩几颗？来，这剩几颗啊？杀到剩几星子？哇，两个人要对决，终于是两个人对决了，终于。力量，你这样力量上也太弱了，勇猛，来，这剩几颗啊？杀到剩几星子？还有那个陷阱今天会不会进去呢？老板会不会挑战呢？老板可以吗？好，这是我要挑战的还有那个陷阱。好，接下来的下一张陷阱一定要过关哦。嗨嗨，杀哟，老板谁看到陷阱是杀？谁看到陷阱？剩下的1分25秒的时间，一体可以啊？何にしようか？啊啊啊啊！啥？剩下125秒的时间，来，连锁反应不是这样玩的，谢谢。不过呢，好像还好，车子没有走掉就可以了。啥？那个加的关卡就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应该怎么玩呢？连锁反应就是你一定要赢。你一定要有那个两个矿车都要一起到才算过关，但是呢刚刚矿车还没走掉，算才算过关啦。那个希望下一次呢不要因为这样而失败啦。好，过关。好，现在只剩最后50秒，啥压缩烘焙啊？啥压缩烘焙啊？共三档啥？女仆在下面等候着你咯，女仆在下面等候着你咯。啥？可怜35秒。啥？这一次国榜好只能抗争下去，他宣言要你都没能抗争下去。啥？阿斗25秒。啥？阿斗23秒。快点了，再不快点的话，就整个都要淘汰出局。为什么会用飞的？不过也没差，只要你不要因为这样开始洗澡。可雷啊，到9秒，啊，可以啊！为什么过关没再按两个门？不过过关了，来，这剩几颗啊？到6秒，过，来了，剩几颗？来了，剩几颗啊？哇，来了，剩几变成大家的中气点了。啥？怎么了？老板，退下来哦。怎么了？不错啊，简单要命。好，希望你下次能够再上去，再上去心思。希望下个下次能不能够过关哦。啥？老板，杀多少你？嗨。啥？空海杀多少你？杀多少你？应该不用什么话多说吧？杀多少你？センガドアナイしかし今回サーローセンジクイア何にしようかクイトモさあ完全制覇吗？ラリーセンジザムセンジザサンドリンメリリンさあヨヨさあライサンセンジ
空海烂上陷阱是不是一样是跟那里陷阱一样最终审查的之决斗呢？啥烂上陷阱可以啊，那你说个啥烂上陷阱，烂上陷阱接下来这里就是楼梯灯泡，楼梯灯泡勇猛真改也是在这边也快要被滑雪踢了吗？还没有。目前呢，最终审查者 的决斗正要开始，正在复发中。撒勇猛可以啊，谁看到陷阱之后，杀到陷阱也会跟着过关二，按到二差二的背包二。撒可以啊，可以啊，杀是可以的。撒。啥第一人体的跳跳桥，这就是人体跳跳桥，人体跳跳桥要有一个很有勇敢的心才能够往上跳，可以啊，杀赛后的高路三号高路阿斗尼治疗啥，这就是黑姑汉嘎，虽然黑姑汉嘎也要亏啊，黑姑汉嘎可以啊，杀三号个三哦，三号个三哦，爬不衰的，三号个三哦，爬不衰的，一单妹要先亏啊，先仰望一下最后关卡的样子吗？会不会啊？仰望了，最后关卡是长这样子，真改勇往也是炒蛋到这边来，勇往亏啊，杀多是你反向心思啊，杀三号三号一单二，三号三一单。可以啊，排两个心思可以吗？可以啊，杀多圣级可以啊，排两个心思，杀多圣级可以啊，好子，你圣级呢？好几个字，第六个改太太，来上圣级，马大哥，一个字的沉默，终于可以啊，排两个心思，排两个心思吧。一代是十万关卡之城呢，终于把蓝上陷阱全部过关之后的他，到底下一个关卡会不会过关呢？勇猛，看是滑雪系的吧，勇猛，啊，不来了，在这弱弱练习，终于过关了。啊，在你的旁边就是还那个陷阱，你可以把旁边的关卡过关吗？我会的，我会尽力过关，希望你下一次能够。进入到上面的最高层吧，嗨，上面的最高层，我来了，三幺高鲁，啥？欢迎个陷阱，就你来包办喽，嗨，啥？来上陷阱可以啊，上到陷阱之后，杀到陷阱也会跟着过关，按到二差二的背包二。啥可以啊，啥是可以的？啥？啥？第一人体的跳跳桥，这就是人体跳跳桥。人体跳跳桥要有一个很有勇敢的心，才能往上跳。可以啊，啥？赛后的高路，三号高路，阿斗尼治疗。啥？这就是灰姑汉嘎。黑姑汉啊，这样黑姑汉啊也要亏啊，黑姑汉啊亏啊，杀三个三哦，爬不衰的，一单妹要先亏啊，先仰望一下最后关卡的样子吗？会不会啊？仰望了，最后关卡是长这样子，真改勇往也是炒蛋到这边来，勇往亏啊。杀多圣级，反向心思啊！杀三号三号一档二，三号三一档，可以啊！排两个心思，可以吗？可以啊！啊，来上圣级，后海杀多圣级，我的吧，一代可以啊，那是吧？当然呢，勇猛可以啊，来上圣级之后，国王会不会挑战成功呢？啊 ，Ready Go， 杀多圣级是。没有限时时间的关卡，只要呢你能过关，什么东西就能过关了。啥？会不会哈兹诺会展开的，就是两个人的可以啊？可以啊？啥？楼梯灯泡关，
最后面的玻璃布鲁布看到的 golden， 刚刚用网踩过的 golden， 啥？国王可以了吗？可以啊，刚刚用网踩过的 golden， 到底国王还会不会挑战踩过呢？啥？用网可以了之后，燃烧了国王的铁须吗？啥？可以过后看啊，可以过后看啊。虽然不必须一样，只要你不落水，这是什么东西的过关？啪嚓！是关呢？可以啊，可以啊。啥？三幺三幺，三幺三幺，爬不摔的，三幺三幺，爬不摔的。希望能够把又可以然后那些哇，可以啊！又再展望一下环能神机，环能神机带可以啊，那一首歌。啥？阿德用之而了，按到一个按钮。啥？用阿德接了，阿德接了。后面的爬不摔的，后面爬不摔的，有吗？可以吗？啊！啥？加四十八，加四十八。不会吧？你们都抗生素了去？上面啥都限制，遗忘消失。张念的。失败，怎么了？你失败了哦，杀了陷阱，哎，不一样。接下来呢，有吗？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上面吧，有吗？我支持你。好，国王挑战出局，希望你能够把它当作是那种玩的干嘛？有吗？失败。红海怀念陷阱。到底是什么样还是什么呢？心怀那个圣迹 ，Pro 一记，你剩下的30秒，剩下的30秒的时间，怀那个圣迹 Golden， 一代誰クリア？何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啥？红海怀念神迹，都有人姓氏的答案就是勇猛，可以啊，康真是好吗？多少？啥哟？啥？最后一个人就是他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勇猛啊，只剩下一个人，没错，只剩下一个人了，勇猛，再上神迹，可以啊。怀念的心情是，兄弟，你会不会过关？怀念的心情，会不会过关？会。好，希望呢，你踩上我们最后关卡的一开始的地方吧。好，啥？悠，可以啊。那你需要干？这种。啥？悠，怀念的心情是啥？勇猛，一代可以啊，那是吧？勇猛，下了吧。啥？还能升级，还能升级嘛，对吧？现在使用赛克高智点，啥？高智没过高点，剩个做30秒，啥？我们记者在这边，这里就是我们记者啦，这里是我们记者，来记者，这里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上面是，这边是我们的。你就你点我每个个的 golden， 拜，我就每个的 golden。下面呢，要不来我们看看下面好了，看看下面。下面呢，则是我们所谓的最后的引演的字的一幕。到底，记者回头啊，记者回头，哎，记，老板，老板，你到不关呢？勇猛加油吧，嗨，希望呢勇猛能过关，来过点开启吧，嗨，这个关卡叫做呢一阶俩由蜘蛛跳跃蜘蛛攀爬捏俩草地爬剩个做30秒，啥勇猛可以吗？一代可以那些吧，啥哟？啥多吧？啥 ？Golden， 一代
可以啊，那你说吧，说什么？啥 ？A call the golden，A call the golden， 一代可以啊，那你说吧。啥？啥都。嘣，嘣，啊！啥？三十秒，三个的三十秒，带你去换那个相机，行，换那个相机，一代可以啊，那你说吧。啥？快点换，快换，现在只剩最后17秒。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时间14秒，加油了，快点快点！希望呢能够把过关吗？过关吗？加油！最后重点，哇、哦，用上！康城四号打了谁？康城四号，康城四号打了谁？这个快快快快！雷德妮妮 ，BB 康城四号，这个快快快快！又是沉默三界的传能天机，终于被勇猛康城四号。来，勇猛，怎么了，勇猛？先看我们记者在旁边哦，旁边的记者。来，记者，那你是不是我们高点？你有什么样话要讲吗？你过完上面有什么感觉吗？你是没有了。过完上面之后感觉不错了，只是希望能够下一次的人员再往上爬。谢谢。好，勇猛，航天四号，上，对，如果改太改。康城四号，打了谁？啥？怎么下去呢？希望呢，国宝。勇猛扛成四号之后，希望呢下一次的人能够依然往上爬，往上到 Golden， 欢迎那个星际扛成四号 Dolce， 这该话得能来给拆开，你先Junior，Junior 欧数，啥扛成四号。在三个又要来了，好吗？他真的康城四号，在那个 Sasuke 勇猛康城四号，勇猛成为师兄 Study 妹康城四号奖，勇猛加油吧！嗨。ついに陥落した鋼鉄の魔女。しか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第三期关卡，第三期就搞你就一级里啊，哈几个字，你就一级里偶数打给我，嗨。